南站，天津南站。哇，这么多车呀！哦，地铁3号线是到天津南站的啊。这个天津的初中。减速带我们不压的。我们过来这条路是卸客的啊，乘客在这下车以后呢，直接走左边是那个进站，然后送完人的车呢，直接就一直开，是吧？哎，这挺好，挺方便的，这样设计的哈。刚好自己的减速带，我去。出站车辆。所以开车的各位大佬，你们来这边，这下知道怎么走了吧？哎，好，这就出站了啊。这等于这一圈就是你送人是吧，送完人然后下了车你就直接开，就前面就能出去了啊。这里面停车场，停车场看了吧，等于转这一圈又到这个柳泾路了。